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直接去杭州来执行主线任务了。客官，小谷清幽泉。东西啊，普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聪明如我。自己讲，哎，我不是答对吗？悟性加一，我刚买新耶，可有新的孤本？行。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一花一木难。世上惊觉女王，龙井村啊，这边的东西还真多。海明奇缘，石壁科斯是指阎罗吗？我忘记了。进主线，客气，那是被李维斯知道，吃饭还要你挑钱，我这面子往哪摆？王贝就确实不公了。小哥，把你们最好吃的都端上来。人有三急嘛，去去就回。真兔子，哪里跑？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这就是大侠的局。你和这真东子是一伙的吗？姑娘，这位前面是有名的试问人，其中是有啥误会啊？我招上他偷看我洗澡，这还叫误会？不砍你一刀，能套我心头之恨？你这是为艺术献身啊！再说，我不是没看到吗？反正本店不欢迎你和你的同伴，请出去。什么？我要出去？好可怜的主角。欸，之前有这样子吗？好像没有齁。
吧。这边我们先跟他们对话。美丽的花。下。还要打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啊，快转快转，你这臭小子，笨蛋和你有什么仇这么怨，为何这种坏我的好事？天地良心，这是明显是你自己先动手。大娘阿姨啊，姐姐，不必客气。莫名其妙，这个大侠并非，我才不怕，四十个副而已，尽管考来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我靠，也太难了吧。好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天若有情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应该是月如 无恨月长远吧。是吗？月若无恨，月如无恨。好啦，是啊。哇，增加悟性啊，登峰造极啊。表现女子对沉溺爱情痛悔的是哪个？爱情深感痛悔的是哪个？大师现在在 Google 啊。是吗？我来查一下。还真的是 A。快到窗户传说了，香儿姑娘国色天香，自然引来无数狂风浪蝶。经过重重考验，得见姑娘也是在下的福气。不知令尊是哪位大儒呢？师父拿逍遥谷的乌鸦子，香儿姑娘并非江湖中人，可能不曾听过。香儿姑娘后会有期，公子慢走，香儿就不送了。你是快紧张了，他走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可你没忘我还在这里，一聊是两个时辰，也不嫌累。不愧是圣灵大人看中的男子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你觉得我们可以信任他吗？圣灵大人心中不是早有结论了吗？现在年纪变得不拘一阵显偏见，得一起助力解救天王，便能多一份把握。我们长生江南的事似乎部落了，自从你帮助天龙教，龙王就甚以为眼中钉，欲杀之而后快，不同以往，这些年夜杀都出动了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哇，还在一个江湖传说了。好，之后再打。事情太多了吧。开膛手。开膛杀手，
水寒。答应。哦，这个好像，为什么觉得单机版也有？他不是方一豪，不是被他那个人吗？而且他是男人呢、欸。然后就被那个了，那不关我的事啊。要救吗？啊，救了、啊。你是否要拯救？去找血药啊！啊，这要怎么选啊？去找解药啊！怎么拯救他？我被他那个啊！什么？那算了，不关我的事。青楼，不会之前我放开，就是黑风在放的人吧？天意阑尾，龙井村。指纹档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好，继续。这是那个东洋之花骗我们吗？哦，又是方一皇你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哎，这边快转吧。好，打赢了，打赢道德加死。
怪怎么每个人都这么脾气这么差？支线。怎么还有支线？看错了吗？啊，算了，主线都还没过完。啊，这边这边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主线花太多时间了。打架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嘿，敢惹本尊！皇上的技能真的很强。东影为奴，好啊，这网络速度有点怪怪的。好，不要再宕机啊！上次那个伺服器宕机宕了两三天，很烦。不是我信不过少侠，这开枪手到底是谁啊？应该是他了。应该之前黑风战我放的人吧，长得一模一样啊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喂，解决你啊。刚把你抓回来。好，我想一下。好了，饶他一命。道德一百。啊，先进毒线。啊，又要打，好，快转，好，打赢，杀了你。主线，我主线过多少了？看一下，
哦，还有两关。我也是把它过完好了。哇，头号西湖，哎，哦，长江故好。和狗狗有拼，又是你。好，快点！不要挣扎，快点投降！哼，百花楼弟子，宁死不屈。这不就是哦？到底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好，快走！武功倒是不错，倒是脑子不好，想当大侠还差远了。都住手！公子，实不相瞒，只是皆是我等计划。你们还没有进去？杭州会铭记，杭州事态严峻，受忘忧前辈担心邀请前往救援，却不想一路波折，误会一念，幸得铭记相隔帮助，与百号的话题微有。到达杭州官府知府海明大人却又莫名失踪，这到底回来了没？海明大人，好了，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这样的朋友频道，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你这样即可打开，让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，自己有收看，拜拜。